对吧，去开，不行了，去开。你拿个空调再测一下温度，就测这里面，就测这边上，我先测这边上，你先测，先测，我先看一下那个温度那个。30度。这150。你要朝鱼肚子看。好，200度。然后狗哥，那个你拿个水管在那边浇一下，我拍一下那个水。不要喝了，那长一点，那新的也行。